传言，这座布满坟头的山上住了一位蟾蜍仙，灵验无比。想找到他的人都不胜数，但找到他的人却寥寥无几。今天就让我们老大带领大家一起上山寻仙。前往的途中，我们就已经迷路了几次。出于对他的好奇，这次我们势在必得，也希望蟾蜍仙让我们见上一面，一窥他神秘的面纱，带大家感受一下所谓的山中仙灵。这边真的有人在见你？真的？你可以问他吗？好像又跟我们去一样的路哦。没有啦，他应该是巡山员之类的。还好只有转错一点点。难怪他们说那个什么啊，自己上来找不到。那个影片我看到。要确定呢，以前的人为了供白鸡，真的会直接跑到这种地方来供白鸡哦。OK。就快到了。现在出现了一个岔路，然后还飘点小雨。我绝对没有办法相信，居然会有人跑到这种地方找庙供白鸡，你们也绝对没有办法相信，因为我们亲自来到这个地方以后，我们才知道说这个地方就算是巡山员好了，也很难巡到这个地方来，还是偷工啊，他们也很难到这个地方来。但是我们从旁边的这些墓园的情况来看哦，还是有人在这边稍作整理的啊。对。那路的部分呢，就完全没有整理的迹象。对。那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哪里？奉仙寺。对。有很多的人跑来这边自己找不到。对。都是由巡山员带路来的。嗯。我们今天就挑战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找到？因为以前的人找这个地方，其实到这个地方线索就断了。对，没有任何的指标，没有任何的路导航，这里就是尽头。因为这里车子就再骑不上去了。对啊，这里就是导航的尽头了。对，导航最多就找到这里而已。然后现在有左边、右边三条路，一二三，这边原本是两条变三条，那可能是因为一些台风下雨的关系。这边过去是那个坟墓啊，对，所以只有两条。嗯，那左右两条哪一条？人头。嗯，右边字，左边好字，所以是这边。对，走。OK。哇，好陡！你们不要看师妹，她身上带了很多这个要给这个蟾蜍娘娘的东西，对，然后准备一些见面礼。哇，你们千万不要觉得意外哦，因为我们上次这样子爬山，其实我们已经有经验了。对，我们第一次爬的那个山绝对不亚于这个地方。我们第一次去爬的是那个九份嘛，我们去找那个山神。那其实来这种地方啊，你们不用担心什么这个魔法攻击啊。就是这些住在这边的人会不会怎么样？嗯，会怎么样？那个都是你们自己心里面想的。其实来到这种地方，真正要担心的是路上，就是路上会不会有这种野狗啊，还是蛇之类的。嗯。我觉得来这种地方找，绝对有它的原因，不然。干嘛？我刚听到有人讲话，是我听错吗？这边呢？有吗？有。不是我乱，啊，这边也是坟墓啊，它整个被盖住了。嗯。啊、打扰了，打扰。打扰。还有酒瓶呢。哦。
有路吗？没有路了、啊。是不是这边啊？但是这边进过不去。该不会真的？嗯？要从另外一边走？你不觉得那有一个石头很像是蟾蜍，超像？超级无敌像，真的，哇塞！眼睛、手、嘴巴、头都有哎、欸，真的、啊。不行不行，我要过去看一下，我受不了了。哇，这种我上去啊！哎、欸，这个已经九成像了哎、欸，这个不是说我们的想象力丰富呢？我想说，我刚刚这样一转头，想说好像啊，真的超级像的、欸。我用手机拍，因为我们有时候摄影机没有办法呈现出那个感觉。我用手机拍，我用那个。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走另外一条看看。对啊，走吧。确定不是这里吗？好像是这里呢。是那边被挡住了。没有，这里没有路，打扰打扰。那应该不是这里。嗯。这一边一直有声音呢。你一直感觉是这里进去吗？对啊，可是这边完全被挡住了、啊，不像有路啊。这边看起来比较像路哎、欸。嗯。这里有岔路哎、欸。该不会是这里吧？都走看看吧。但是这里有走过的痕迹吗？有啊。这条是往上，刚刚那条是往下，对不对？对啊。那应该是往上的。哇，希望可以顺利达到。我爬好高啊！这里有很多草都会割人。嗯。
欸，这边的石头很特别。对啊，都是那种。这就是石灰岩吗？啊啊！到了，真的找到了，好想哭啊！真的找到了。欸，你知道吗？有人骑摩托车上来耶。哪里？我看网络很多人都骑摩托车上来。厉害了，我的哥。啊！终于。好感动哦！哎，这个真的要有毅力一直往下走，哎，不然半很容易半路就那个。因为你不知道你找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那条路。对。不管怎么样，总算是找到你了。嗯。那我们先把我们带的那个礼品再放在桌上。这蟾蜍娘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你不管在什么角度，你站在什么角度，她都感觉你在看她。我们今天准备的是胭脂水粉，还有这个化妆全组，没错，还有钱。钱。这些应该都用的差不多了，对啊，用的差不多也该更新了。嗯，奉先正慈之葬，哎，哎，他还有出家，就是人家那个在供明白那个嘛。对啊。哦。那我们今天要供明白？是不用啊，我们是不用供明白，要不要？我们等一下问。帮线上的同学问他愿不愿意试台，好不好？我们今天都既然已经两个人来，那就成型了。哎，有中没中都没关系。对啊，就是一个仅供参考，一个互动，我们一个互动。对。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外面的景观。哇。其实哦，我们会发现，不管我们在线上如何收集资料，嗯，然后要怎么去找。上来的路哦，其实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对，有没有发现？嗯，我们其实资料做的超全的。嗯，可是真正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还是找不到。啊，我相信这个也是无形之间这个奉先祠的主人真的他们设下的一个结界，他们不想要让人家打扰他。对，对不对？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找得到。